有聊什么？就不要八卦嘛。没有什么有现成的，可是用他们的编算的。我们现在都还不确定他们家到底是不是真的有。有了啦，这个时候的钱。哦，火球这么便宜啊？便宜啊，可是它烧的还好、欸嗯，就一点点而已。可是很烦躁啊，就是烦啊。可是你稍微一离开就没有烧了。嗯，因为我刚刚要被那个火想要去烧死，就是好久、啊。杂货商人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我要去他们家丢满满的火球。好，哈，这个很坏，我喜欢。我来啦！哎呦，怎么路上都是火啊？哎呦，因为他们刚刚沿路都很危险。哎呦，出门请小心安全。出门请小心脚边。哎呦，哎，光了。哎呦，哎呦，是我们家可附魔了吗？就是基础的。基础的，不是有任何书柜都没有。哎呦，箱子有。我有买一个。一个你也敢讲？拜托，买了十五个再说。我来。我们是以十五为单位兜一圈。对啊，放了那个是不是比较容易有火焰？哇，我可以丢300颗火焰球，还不错，太多了吧？300颗也太多了吧？我要继续再丢，我要让他们家全部烧起来。你很有理想，纵火犯，这是 explosion 哎，explosion！ 我解锁成就，又买100颗火弹。哎，为什么我们家修起来？光，我们家烧起来哦！我被修了，不是我，他那个有要不修哦？哎，应该是技能吧？对，技能。我看到修起来。没有，我干掉他了，没事。弄烧起来呀、啊！还好啊，就烧一烧而已。嗯，这火会熄吗？应该会吧。啊，我的要打熄。你把它敲一敲着。要拿镐，就敲了一小段路。让那个小雨踩一下。可不要这样吗？这样香香的。哎，香香的吗？哎、欸，我们楼上书柜满了吗？烤肉的味道，很饿。哇，有要虚哦，楼上也是啊。要是一路走上去了、啊，那个近的。哎、欸，栅栏也烧起来，应该没事吧？喂，你用镐子、不要去碰到它，用盐烧。那镐子碰栅栏没用哦，有了。有，你敲在那火上就敲掉。楼上全部都是火啊！嗯 ，fire！ 没事，干嘛走到这边来？该不会真的有隐形人完全附魔吧？嗯，这样抗火有用吗？前提要对方烧起来。哦，我换。好了，我换满了，我换满了。楼上有书柜吗？有你的那个、啊，是这个金钱制造机耶！ Yeah! 哇，1000块啦！哇，你怎么那么多钱啊你？我已经挖了。哎、欸，我秒狂挖，要结束了。5秒，第一天。5秒。哎、欸、呦，好，我已经挖好隧道了，我来挖绿宝。第一天1000块啊！挖地堡。那好了，我们准备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我个几秒。我挖好一条隧道，从那里了。好，好了，跟我讲。好，拜拜。好。好啊，变瞎子啦！啊，好爱我看到。我一直被拖呀，撞墙的。冲啊，挖绿宝！不是，我们家出门都是火，看来都不想去。敲一下，敲一下。巧克力，他们家也是。让我去，我来。书柜是会被烧掉啊？不会有防火啦！刚刚说防火，你都没听我讲话。你摔下去了，你摔下了。他们已经冲到下面去，他们好快哦！发动怒！我短信才迷信吧？对吧？我们家一直有人在用 TNT 炸帐篷。哎，帮我们把那个耶开场好不好？开场负290星。哇！楼上。楼上怎么的？哎、欸，失明了、哎，看不到喽。他们开场就在迷信哦。对不起，我有 bug， 所以失明会变废人。
你不用四零、欸，不是我这个繁星，为什么你的后脑上看不见？你不用四零，其实也差不多。我这个视频的 bug， 你这个视频为什么看见后脑上？后面有两点，对不对？对，是哪里呀、啊？我在哪里呀、啊？西瓜，西瓜用1.8打我，凶、哎！我什么都没看到，我点不到我在这里。你好电，但是我还是扣了好多血，好痛哦。要今天怎么用红灯了？红灯，我的第一次这边红灯啊，就是语音会断讯这样。哦，不是很网络不稳，垃圾网，垃圾网，垃圾，垃圾，垃圾。哎呦，怎么又失灵啊？失灵啊！他们在玩一个、哦、迷信啊，玩迷信啊，这么早就开始迷了。哎，这年头的年轻人，我是不是把1000块全部领出来开始你赶快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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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下让他们富爆天。对，他们已经没有得富了吧？对面几乎都富了，不是不能让他们翻身的机会，快！对啊，对啊，我要买，我也要买。你一开始就已经在起跑点了，不能让对面有机会。灵法师，你好，我先升个。二阴水晶失效，好换你。目前，你把自己弄好，就来弄他们，弄爆他们。好看。好，保险箱有了，最高阶，然后我把全部钱领出来。好，好，你可以先买个发光。好。哎，他们没发光了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多时间。哇，反炸我那么多颗。胖胖连火焰弹的钱都没得买。哇哦！哎、欸，中！哦，来来来来来！永远的僵持，永远的僵持，迷起来，迷起来！关键结果快，对面开始有钱了、哦！有啊！哎呦！哎、欸，把你的弓给炸掉！哎、欸，没了！炸掉它！啊，通通烧掉啦！好像都没扣到什么、欸。烧掉！有扣分。刚扣了几分？你看他们的分，他们还有人有150块。完了！啊！完了，他们还有机会。要被我这边还有45块，谁那边可以凑合着用？那个保险箱里面都有钱。哦，好。保险箱领钱。我在，我被活尸杀了。哎、欸，这活尸也很强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活尸超强呀。毕竟摸到哎、欸，没有办法回血。哦，上血了，上血了，上血了！啊，起来喽！超刺激！中间的桥啊，白痴哎、欸，可以打掉火焰，那火焰可以打掉。用稿子枪。我这怎么地上全部都是经验值了？牛！这有人在丢啊？好吧。啊！在楼梯上偷死。我还在丢火球。嗯。我想要过去，对面好危险。怕怕的哦。来了来了，来处理火焰的来了，灭火的来了、哦。你不怕火？我怕、啊，我都能僵持出来了。怎么知道？滚啊！所以你到底来了？你到底是去干嘛的？我没有，我只是把火打掉而已啊。好吧。嗯。白痴，说对话。这个队友怎么奇怪怪的啊？很有趣的对话。哇，这队友好猛啊！我怕。很强。强强的。我怕。哎，完了完了完了！炸弹炸弹炸弹！哎呦呀！恶的。哎，保险箱里面有附魔装哦。好。好。我们再扔他们扔，等他们扔完。你看这游戏炸弹世界无敌猛啊！好优秀的附魔装。优秀。优秀，哎中，优秀，哎又失明了，失明，赶快过！我明明没有射杀他，给我丢一下这个，啊吸走了，哎哎吸走吸走，拿去拿去，哎又吸走了，哎又吸走了，你们在干嘛？没事，没事，你们找人数，没事没事，有几好暗哦，嗯，好暗好暗哦，好，我想用这个。自杀一下看不到路了，哦，有了，看到路了。这稿子太慢了。
你要把它搞，你还没升满啊？没有，他刚我升满了，挖断了。啊，挖断直接命，对吧？再来一次。哇，明启冲他们家，听到有人烧钱。哦，他那个，他那个加速、啊、加那个地板燃烧冲到我们家，有人在我们直升机哦，有人在我们直升机哦。他进来了，他去楼上了。什么？他在找我？欸欸欸他在楼上啊！我说他在楼上啊啊！我被气啊！他那个冲超快的，命条不重要。你看我从正面就看他就咻咻咻咻咻。我有要求，我们家存底也是我啊。我应该买火技能快加保护。我一重生就火影。那从那里过来啊，你可以把它灭火。不，七一零。哦、啊，他们的分数。灭火大队。灭火大队。谁叫你们要玩巫术？那。超厉害吧？那是谁厉害啦、啊？有摔一波。那个冲起来弄火的那个。他是火焰音速小子啊。对啊，是火焰使者。哎、欸，有一条路。嗯，花生什么树？哎、欸，他在炸你哦！来、啊、给他炸，因为我没带手榴弹，我缺手榴弹来炸。炸我，炸我，炸我！他有点漂移哦。他一直在飘然。我先让他们家烧起来。好，我也在经过这里。啊、哦，你在那边啊？啊！没关系，可以可以可以。跳跳跳！哎呦！跳跳！哎，宇哥，你后面。后面。后面。哇！谁在炸我？谁在炸我？谁在炸他们家了？他是好的还是坏的？想打、欸，反正打吧。打、啊。都是坏的，都是坏的。没有好人、啊。他给你鹅卵石，还摇头。都是坏的，都是坏的，通通打。都是坏人，他们都是骗人的。对，他们都在后面捅你。当你相信他的时候，你就在你后面。哎、欸，搞附魔。哦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觉得这样比较快。没有朋友。吓死我了。啊，没有，我丢个纪念品而已。哦耶！哎呦，我的楼梯。这个楼梯被炸了！你这个楼梯啊，光他们光，我在砍他们光。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在他们家。被他一直举盾，太远了，太远了。嗯，打不到，打不到。想做工。哎呦！嗡嗡嗡嗡嗡嗡。我觉得真的需要加一个提5块钱的血量。被炸的。没做过。哎呦，干掉，干掉，干掉！光死了。你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！你在哪里？太远了，太远了！我去，我去，我去！护卫，护卫！在我们家附魔台。哎，我太远了，太远了！快点，把宝石扔掉！而且你打我，你打我，你知道打我不会回血吗？你知道打我不会回血吗？哇，雨燕，雨燕，撑撑，先退，先退！好好好好好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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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波没办法，那回血太慢了，无敌没了。你退得出来吗？我退出来，我退出来了。啊，好紧张哦！对，宝石又回去了吗？对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还有机会。哎、欸，怎么那个人又来了？啊，哪个人？火焰的那个 Watermelon、哦。不要再来了啦！我把我金苹果都放箱子里。啊！哎、欸，总算干掉你了。想吃可以吃哦。哎呦，好。我也放香了，拜拜。他是从中大门进来的，表示我们二楼、一楼都没了。大门敞开，对啊，他是直接我替他大门全打开。哦，痛痛痛痛痛！哎呦，逃出来，逃出来！哎呦，因为你还在吗？我还在里面，我还在里面，我很多金苹果，不怕。啊、嗯，没有，我这边被两个围，啊，要死了、哦、要死了！这是巧克力哦。玩太凶了。熊宝宝，哇，这 UACC 好辛苦哦。嗯，那个金苹果也补不多，真的。两个，而且还补很慢。对啊。
你可以买那个、啊、买技能的那个好一点点。有啊，技能用掉就要等，要一直等。技能就好像那个一次性魔法一样。你我陪你掠夺他，打他打他，我跟他摔没关系。摔很好。后面有人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来了。在哪里？我买个剑石。耶、yeah, ，他们失明了，不用怕，他们失明了。他们失明了。我把装备烧掉。我站在一个很尴尬的地方。其实也没什么。走了。好，我下一波再来。来，我会再回来的。拜拜不是，不好意思，那个你们的国王不然把自己置身在一个